还找什么？说！没有用，一点感觉都没有。泉儿，你已经不是医生了，但我就是你的医生。医生现在什么情况？输完血已经脱离危险了，但是你是他爱人。对啊，要做好心理准备，他的腰椎粉碎性骨折有可能。有可能什么呀？有可能会造成下肢瘫痪。医生，这是我全部的钱了，医生，求求你救救我老婆，求求你，救救我老婆吧！坚持干什么？我们已经尽力了，现在也不一定，只是说最坏的情况是这样。医生，我知道你们肯定有办法的，对不对？你救救我老婆，我老婆真的不能瘫痪，我求求你了，她还很年轻呢，求求救我老婆好不好？别这样，别这样。你腿好了，咱们一起去办。李国南，你告诉我你应该做什么？你没资格在这儿难过。我告诉你，你现在应该去医院，你应该在小学总身边。我不去，我不去，我谁也不去。你想死是吧？走。
跟我走。嗯，你不是找死吗？啊！还找死吗？说！看着我，说！住手！啊！就别瞎浪费功夫了。怎么是瞎浪费功夫呢？只要每天这么坚持下去，很快你就可以走路了。没有用，一点感觉都没有。娟儿，没有。娟儿，你相不相信我？你已经不是医生了，但我就是你的医生。你有什么困难，我都站在你这一边的。大不了以后我养着你呗。要不你先睡会儿吧，我也休息一下。也许我们都不了解。